这儿有五斤的，我准备包粽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糯米一定要多清洗几遍。清水泡两小时左右，五花肉一斤半，提前一天准备，切成大块，装入盆中，放盐、酱油、蚝油、味精、老姜，抓匀腌制。放入冰箱腌制一晚。粽叶清洗干净，烧开煮一分钟。糯米已泡发好了，沥一下水，倒入盆中，放盐、酱油、拌匀，腌制好的五花肉拿出，拿两片粽叶重叠，叠成漏斗形，装入糯米，放一片腌制好的肉，再装入糯米，翻过来用大拇指压住，第二手指压中间，中指压另一边，把粽叶折过来，用大拇指压住，用线从手心下绕三圈，拴住就可以了。放入锅中，加满水，没过粽子，烧开关小火煮一小时四十分钟，关火再焖三十分钟。已经好了，捞出就可以吃了。这方法做出来非常好吃，一次可以吃几个呢？